是。嗯，那你会不会作曲呢？怎么了？嗯，因为最近我是会唱歌和填词的嘛，然后你知不知道最近有一个全球华语那个是就是华语圣歌大赛是吧？嗯，对，就是它。兄弟姐妹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河北邯郸的刘夏，我特别感谢天主真理电台可以组织这样的一次活动让我们可以参加。我是因着教会的音乐敬拜赞美而改变我的信仰的。普世大地请向上主欢呼，兴高采烈的是上主。我叫王玉仁，今年63岁，是天津市北洋教会医院的主任医师。我的业余爱好是作曲。圣母玛利亚，我可爱的妈妈。大家好，我是还珠格格，我来自黑龙江省。我创作的格言是：为信仰写歌，为灵魂写歌。人生的道路崎岖又漫长，遥远的路途常会有风浪。我是徐伟平 Evan Kong，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沙巴德湖。我个人就喜欢写歌还有创作。主，我要向你祈祷，静静聆听我的呼求。